Let us introduce a vaccine. A vaccine into our society. The vaccine of forgiveness or being gracious. Being willing to ask for forgiveness and also quick to forgive.过去的一个月，大马社会似乎被各个种族宗教事件缠绕，肉骨茶、KKMart袜子风波、Vans 鞋底风波，其中 KKMart 事件更引发了三起纵火暴力案，就连向来被誉为种族关系和谐的东马也遭殃。安盛专案在不久前发起了全新求诉365运动，呼吁大马人放下对彼此的歧见，做个宽恕大方的人。But we find that the flames of strife just continue to burn. So in our discussion, and it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Ramadan, the month of Ramadan, and where a lot of Muslims and even non-Muslims are reflecting about what it means, you know,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the extension of forgiveness to each other, the request, the seeking of forgiveness is such a beautiful part of the Ramadan month in Islam. That it's like all forgotten. No, even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mistake or done wrong apologize, their apologies are not accepted. So we thought, what has happened to us? This Ma'af Zahir Batin 365. Ma'af Zahir Batin means, please forgive me for any outward wrong, inward wrong, or another physical or emotional wrong I have done to you.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I seek your forgiveness. It takes courage. Sorry is the hardest word, but it is such an important word. But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s that when someone seeks forgiveness, we extend forgiveness to that person.安盛专案是一个在今年初刚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的愿景是想要推动国家政治稳定及强化问责制，打造一个繁荣兴盛的马来西亚。安盛专案今天举行了推介礼，宣布该组织所关注的四大体制改革目标，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内阁制民主、法治和联邦制。对，我们的立场是帮社会理清一些不同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常常没有办法分清楚你到底要如何去处理。那这是当然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政治领袖是故意要把所有东西绑成一篮子，所以你要就拿完，要就完全拒绝，要就完全接受。那我们做的其实帮社会公众剖析这些课题，那我们有时候会提出新的视角，比如说当初这个纳吉要不要被宽恕的时候，因为风声传出三四天之久，但是基本上社会上没有人发言，担心说不小心触怒触动到君主制，那大家战战兢兢。安盛专案是最早发言的，你宽恕的条件是什么，你的程序是什么，我们把这东西谈出来。另外，针对坊间一些支持者要求基于团结政府多一些时间去落实所承诺过的体制改革，安盛专案的创始成员有不一样的看法。安盛专案对体制改革的想法是这是必须的，它不是一种奢侈品，说等到我们有一天比较有钱了我们才来追求这些，而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政治体制权力架构其实包含很多制造不稳定的因子，比如说当你权力过度集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政府它很多时候不会保障法治，那有时候他会想办法去干预州政府，铸成社会政党之间的矛盾，激化政党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的裂痕更深。
所以当我们谈比如说国会改革的时候，我们谈的其实是说我们要如何增加政府合作议员和在野党议员的角色。那这个为什么对这个政府好呢？因为比如说在野党，当在野党议员他能够直接参与立法政策制定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精力转移去煽动族群、宗教、语文课题上，因为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在推的这个国会定期法，其实这个国会定期法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讲说，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国会，这个五年的国会解散国会的那个权力是在最高元首，但是是由这个首相去任何时候他会决定说，哦，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大选了，他就可以向最高元首提呈讲说我们需要大选。但是很多时候这个首相他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权力，他一个人可以决定，他甚至是可以跟他很内部的一些资料去决定。但是这个东西对马来西亚是好的吗？对群众是好的吗？对经济是好的吗？